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又要去保护海底生物啦。哦哦，什么声音？好可怕！哦哦，恐龙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巴克队长，我来救你了。巴克队长，快躲到一边，我把他赶走。谢谢歌德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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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，恐龙被车车声吓跑了。哇，歌德，你好棒啊！我们可以握握手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巴克队长。你好，你好，小朋友们，我是消防车歌德，我有很多功能哦。我们把歌德的消防梯拿下来。哇，车车能变形哦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哇，原来是一个大大的火焰，小窗户里面装了好多卡片，拿出来看一看哦。啊，原来都是防火知识，不能超负荷用电，否则容易发生火灾，很危险。不能用取暖器烘干衣服，油锅起火别慌乱，锅盖盖上火不串。油锅起火了，就用锅盖把锅盖上，就安全了。不能乱放烟花爆竹。小朋友们都记住这些消防常识了吗？里面有警灯，能活动。这里安装灭火器。后面的车门也能打开哦。哇，我发现里面写着119，小朋友们知道吗？如果着火了，就拨打电话119求救哦。下面还有一个小梯子，安装消防梯，它能转动。转动手柄，踏板可以活动。小朋友们看，这是灭火器哦。我们去灭火了。歌德，出发。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灭火就打电话119。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